güey.其实没必要，看吧。呜喂，好快点儿，我有一。 看情况吧，一起学耶稣是吧？耶稣，哎，是我们家的，那我他妈的。 吃一个呗，看呀，结果不已经告诉你了。黑客药，诺带，慢慢回，牛头也回血，落也回，但得熟练度，危险，慢慢 Q。 因为你推线很慢嘛，这个就是。 打完给你们说一下这个，就像他，你看他就没必要 A 兵，他 A 兵就把 B 线卡过去了，所以熟练对 B 线就很低嘛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钻一嘛。OK， 空手，推两下，他是没双刀的，一起杀，一起杀。 对，但是别用一啊，不能用一的，天哪，有点，也不是很懂，懂一点，但不多。你看，有一点细节，但不多。他继续留着，有机会避闪。那你无敌了，你打野呢？ 直接塔死，他是没闪。以前跟你们说过一次。哇，这连环控还可以。干嘛？哎 ，Q 不死我呀！ 可以呀、啊，有一面。 太装了，验一个，没问题，这里是真眼，这里是真眼。为什么要换血？因为我辅助要到了，我们给完技能也没。 把线推进去，对，好，哎呦，就错了，妈 Q 第一个怎么 Q 到第二个，真是。 什么？你真无敌了，哥们！不是这近，我是补了装备的。你看，他觉得我没伤害。如果你那个时候刚刚是那种状态，然后又没蓝，对吧？你太夸张了，是吧？哎，找到去，那个了。 他五级，铁的，他五级，你往哪闪？你看到没有？如果他想利用这个跟你来打架，懂了没？能懂不？很形象了吧？已经。
你死了一次，你失误了，可以这么说。虽然说的话糙理不糙啊，可以没问题。先苟住，先好好发育，再说别的。干嘛？不是你搞这么帅啊，你。在一起 ，OK， 还是没挡住，有点可惜。像这种，你尽量给他叠到一起，他有可能会失误，你去烤肉是吗？再 Q 你一下，完犊子！不虐你，妈的还 K， 给他。没问题的啦，啊，不。妈的，哎，他留技能就好了，他 W 一上来这样，他截断他们的退路，哇哦。那他们如果太贪了的话，你像什么男刀寡妇这种都可以算的。真上啊，哥们。好。妈的。嘿嘿嘿，哈哈哈哈。青暗影在旁边。哦，这是小鱼人。厉害，哈哈！去上吧。青暗影回来，蓝盾没用。哎，我这儿你追。三条，其实没必要。干嘛？喂，跑快点儿！我有一捏，铁铁。翡翠以上刀妹确实有个优点，就是刀很快。大，哎。你很牛啊，叠，让我再叠一下。应该就这四件吧，就是可以吸血的装备，还有吗？应该没了吧。为什么要牛头？为什么要闪现？嗯，哦，水银盾弓没有，盾弓没有，兄弟，盾弓改，
水银是五件，还有水银是水银是，贪欲没有没搞过，别发病，别发神，来 EQ 踢我，怎么说？等我打完吗？你看我有金身，他是吧，老实包不老实的兄弟，老实都来了，老实是什么？包干他的，我跟那个谁说一下，上班了。我知道甲骨制造，我说了五件嘛，甲骨制造者破败饮血贪欲跟甲骨那个水银，这五件好像就五件，你能出的也没多少，你们能出的其实 AD 能出的大部分都不符合嘛，破败饮血水银大部分都只有破败跟水银。妈妈